嗨，各位早安，感谢支持奇哥强北其他这一家的观众朋友哦。那现在台北港准备开始钓鱼了，那现在是快六点半，追到干潮底了哦。可以看一下现在船只哦，已经降到很低了。都来这边也可以看到日出啊！啊，今天风蛮大的，凉凉的。哦，我们达哥已经开始在努力准备了，已经下雷竿了。待后续的鱼讯与最新影片了，开始钓鱼了。